行车记录器拍下大车与旁边机车擦撞，骑士跟乘客重摔倒地，砂石车撞了没停，差点碾过去。再看一次，机车直行在车道，砂石车却越靠越过来，像是要逼车。下一秒，意外发生。画面上看见安全帽被喷飞，滚超远，机车上两个人瞬间倒地，骑士擦挫伤，但后座的87岁老父亲头部重伤，意识不清，送医抢救。双方酒测指挥零。惊险车祸发生在3号早上，高雄三民区，砂石车驾驶要右转，没注意闯下大祸，除了没礼让直行车右转，也没先开去外车道，最重要罚3600元。在小港区也有惊悚瞬间，连接车跟机车同时要出工厂大门，连接车转弯却撞倒机车，骑士身手矫捷，一个前滚翻逃过一劫，要是慢一秒就会被卷进车底。再看一次，骑士看见大车减速要让他先过，没想到内轮差太大，没抓好距离酿祸，机车瞬间被卡进车底，男子被推倒扑在地上，鞋子都掉了，惊魂未定，查看自己伤势。疑似视线死角，导致连接车驾驶未注意到旁边有部机车，所幸被撞的骑士只有手脚擦伤，大车视线死角多，一不注意就会酿成大祸，内轮差问题不得不注意。记者叶正云、郭怡珍高雄报道。